说以前我叫 Socha 对不对？现在改成这个名字叫做这个 New Orleans 论吧。贝斯就这样。我现在只弹一遍而已啊，所以直接就结尾了。你当然演奏的时候，你可以弹两大遍，或者两大遍半，或者一遍半都可以。那和弦进行是拉瑞手都发西咪拉嘛，都这样子。瑞、嗦、哆、发、西、咪。咪的时候要用大和弦，因为这首歌是小调，所以记住啊，用大和弦，不要用小和弦，这样子。然后结尾的时候，那我是用大和弦结尾，你可以用小和弦，没有关系。我喜欢用大和弦，比较显得雄壮一点。同学，什么问题没有？和弦的声音啊。那个，我们再回过头来，你先研究一下子前奏这样子啊。那同学从这里面也可以研究出来啊，就是说，全部用和弦啊 ，re 嗦，所以就加个底音啊，那嗦和弦，那咪的，再来哆发和弦，再咪。所以同学好好回去研究一下子，就是说所有一切的，就是说你看我弹琴的时候常常有，就是好像感觉到用和弦音了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你和弦右手你和弦要放对，你手乱跑的话你到时候弹不出来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很妙哦。这不是教过你们这样的吗？手指就这样的，然后开始就这样套上去，研究一下子，回家练习一下，很妙。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